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是胡福骑射。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做的是一款以水牛吧，或者是黄牛啊，不管，反正是一个牛造型的一个叫做独角。这里啊，这里有一个这个有毒的毒。那么这款玩具呢，我当时看到它的一个兽形态呢，我就立马就下预定了啊，因为蛮少见的。那有这种牛形态的一个玩具，那它的这个头上这个角的话呢，这个转的角度，你可以在这儿是做一个简单的调节啊，你可以让它往前面顶，但是这明显不太对啊，那你也可以把它朝上，或者呢，你要像这个朝后啊。我小时候啊，因为我是在乡下长大的，台湾这个街上有很多这种水牛啊，那水牛的角就是往后的啊，是比较没有攻击性啊，但是如果你从侧边去顶到的话，还是会要人命的。那它这款的话呢？细节的呈现来讲的话，我觉得算是比较中规中矩的，该有的部分呢也都有，没有特别复杂的地方。那稍微空白一点地方是有，但是并不是特别的严重。然后它有非常漂亮的透明部件，用在了最显眼的牛角的部分。那这个荧光绿的话呢，这种透明件很少见，我个人是觉得蛮新奇的。眼睛也是一样，是同样的一个部件，牛的这个嘴巴可以动一下。脖子的话呢，可以左右转动。那脖子的一个可动的话呢，没有像和会上那么样的生动啊，比较可惜。那么四肢的一个可动也是非常标准的啊，前后都可以动，变形的时候是要反折的。每一个蹄子的话呢，都有这个球形关节，尾巴很短啊，就这么一小节哈，末端可以稍微去动一下。然后的话呢，腰身的话呢，在变形的时候有需要转，但是在兽形下就是没有任何的可动了。着地的话呢没有问题，那整个造型非常的结实，变形比较简单，甚至可以用枯燥来形容，但是换来的就是它非常结实的一个变形的一个机构。那我们就二话不说的来进行它的一个变形。为什么我会用枯燥来形容？就是它的一个四肢的一个角的变形呢是完全一样的啊。如果你是前肢后肢呢？就前脚的变形是一种模式，后脚的变形是一种模式，那也就算了。但是它真的是前后的脚的变形完全一样的时候，同一个步骤呢，重复了四次啊，就会真的是必须用枯燥两个字来形容。但是换来的就是它比较扎实的一个兽形态。那这个地方打开之后啊，你可以把这个脚的话稍微我们两侧推开，方便我们的手指呢去卡到这里面啊，去把这个。为了变形这个玩具呢，我指甲还故意多留了2天啊，先不要剪开，把这个地方给松开。松开这之后的话呢，这整个部件的话呢，就可以把它给提过来了。提过来之后呢，腰身就可以旋转180度。然后这块部件刚扣在这儿的，现在就把它给打开。尾巴的话呢，稍微折一下，把它给收进去。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进行这个面部这里的变形啊。首先把这一块部件反折进去，往上推，这里折上来，反折下去。然后的话呢，把头先往下靠啊，嘴巴呢先合起来，这个部件往上面挨过来，就可以刚好的把脸给罩住。再来的话，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弧形啊，就是把这个角的话呢往上折过来，往下放进来。哎，这个部件的话呢，组合就是比较巧妙一点点。再来的话呢，腰身记得啊，我们已经旋转180度了，往下扣下来。再来就是把这个角的话呢，这里旋转一下啊，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凸跟凹的结合，从这扣下去的时候呢。原则上呢，你可以看到里头有白色的连接件在这里头，前面一样都有啊。我们就稍微去戳动它一下，把它的这个凸跟凹呢去把它结合起来，扣上去。这里也是一样的啊，这里把它给扣上去。这个变形几乎可以说是要变完了啊。它的变形是简单的啊，用枯燥来形容是比较严格一点了啊。你要说它简单也是可以。那这个时候就变成一个梯形的状态。这个还没完成，这个部件往上面推过去，这里有个卡扣，把它给扣上去。从这里也是一样的，这里翻出来，把它给扣上去，上面就整个削平了。下方的变形呢也是一样的啊，只是从这边的扣法呢，是从侧边利用一点点的塑胶韧性把它给卡进去。这样一来的话呢，变形就整个完成了，非常的重复的一个变形过程，但是它就是整个结构非常的稳固。兽形很结实之外，它的一个方块形态也是非常的扎实，所有的一个卡扣都扣得非常的稳健。那正面这个地方我觉得很好看，就两个牛角在这，然后这种蛮少见的透明翠绿色的一个部件，
我个人是还算得上是蛮喜欢这一款的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大家分享这一款我第一眼看到呢就还蛮喜欢的猛兽侠系列的一个独角啊。拿到之后呢不算太失望，就是变形稍微简单重复了一点点。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